我们如果以那个什么，以那个就是《论语》当成是一个范本好了。那你说这个资料从哪边来哦？第一个，当然你先连到这个文字云这个网站，OK？那它这个网站其实也是一个云端运算的一个网站哦。那这个网站其实基本上呢，你可以给它几个资料吧，包含就是说你可以用贴上的哦，贴上或者是给它一个档案的。但是档案一定要是 UTF-8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假设不是 UTF-8 的话，它出来好像会发生错误哦。那其他还有像什么维基百科这边也可以给它一些条目，让它去帮你把维基百科的资料变成一个文字云。它其实这大概有几个，而且它这个网站也没什么改变哦。好，那首先的话，我们几个方法啦，要不用贴上试试看好了，像基本范例哦，它这边有一些。进阶开发的相关细项，我想你们自己再看一下。那第一个的话，就是说我需要一些那个像一些文章好了，比如说我想要给他一个文章，那这个文章从哪边取得？首先的话呢，我这边有准备一些资料啦，所以你们自己从网络上找找看也 OK，或者是可以直接从那个我们云端上面有一个叫文字档的资料夹。哦，那我已经有把这个文字档放上来，那其中的话这边有个《论语》，我是从我不知道怎么，我好像从网络上抓到的哈、哦。那里面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哈、哦，这个资料就是《论语》的全文哦，所以这个全文的部分哈、哦，大概是在这边。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，把这个全文呢丢到哪里呢？丢到这边来分析的话，那有几种做法，第一个不外乎就是用复制贴上，你可以 Ctrl A。Ctrl A 的话就全选，Ctrl C 的话就复制哦。那你可以 Ctrl C 之后把它贴上，Ctrl V 贴过来。那不过的话，我看一下它是不是全部贴，好像应该是全部贴吧。它到20.3，我看一下最尾巴是不是也20.3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表示应该有全贴。我是怕说它没办法全部贴过来，哎，可以耶，10,000多次贴过来应该没问题。好，那贴过来之后的话呢，那我可以按开始。他就可以帮我做分析了，哎，他马上跑出来了，而且哦，甚至你可以再做一些形状的变更，配色也可以变更，甚至重排也可以，有没有？这边有好几个功能，比如说第一个重排，我们重排看看，有没有？它重排结果好像差不了多少。那配色的话，你可以点一下，它就给你不一样的颜色，那你可以挑一个你觉得最喜欢的颜色，哦，OK，这有点深。OK，好，眼花缭乱，不过跑得蛮快的啊，这个有点乱哦。OK，好，好，这个好，OK，啊，形状的话呢，现在是一个椭圆形，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换个形状的话，你可以怎么，把它重新点一下，哎，本来椭圆形它就变成什么形，有点像正方形，哦，OK，然后再换一下，这里面三角形的，啊，这边心形的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又回复到椭圆形嘛，OK，好，然后再来的话呢？有一些词好像它等于是一个连接词啦，或者介系词啦，那其实不太需要的话，你可以编辑一下。那比如说哪些其实不需要的，比如像什么额部，这个好像其实这有点像是一个串接资料的一个词啦，所以这个其实可以拿掉。它出现的次数，它会跟你讲说哦，总共有71次，OK，那你其实是可以把它 delete 掉，有没有？那就不会有出现那个什么额部的这个，有没有？额部这个就被拿掉了，也不知道直接点会不会 delete 掉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那这个不可好像也有点多余，不可，不过好像不可有点像禁止的味道。哎，为什么《论语》里面有这么多不可？那表示说它是不是不需要你做什么事哈？啊，把它删掉，假设这个不要哈。啊，其他像什么对约啦、可以啦，哦，这个其实也可以把它拿。假设啊，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哦，那你可以把它删掉。然后乙这个好像也是多余的。OK，好，那底下的话，好了，诸如此类的，你不要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你会发现有一些词它就不会出现了哈。啊，其他的话还有什么放大？哦，放大好像字就稍微大一点，缩小。缩小好像没有缩很小。啊，这个，其他的话再来就散开，啊，让它间距放大，聚集，OK，好，啊，当然最后的话，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图啊，把它下载下来的，然后呢，它会帮你产生一个图，就是这张图，哦，把它下载下来看看，哎，下载完之后你可以把它点开，
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增加一个文字云，有没有？好，那首先当然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直接用复制贴哦，所以你们可以先第一个先试试看哦，找到那个文字档里面的《论语》。那当然我这边其实有准备其他的啦，比如说像《红楼梦》这边也有，有没有？可是《红楼梦》真的太多了哦，所以我建议不太建议哦。如果假设你是用《红楼梦》O 的话，指的是第一回到120回，这个里面应该是100万字，哎，100万字贴可能会有问题哦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第一回到第120回。那不过你说老师为什么你这边是有把它拆开来的？这个《红楼梦》这个80指的是1到80回，这个是81回到120回。那其实你们也可以，为什么要特别拆开？应该知道吧，《红楼梦》其实应该后面的那个81回到120回哈、哦，应该不是曹雪芹所写的啦，应该是高鹗后来续写的啦。所以你们也可以分析一下，哎，它里面的用词哈、哦，会不会有不一样？所以你们可以特别把，我是把它分开来了。不过里面字数哈、哦，哎，这个字数非常庞大，所以我不太建议你用。Ctrl A 有没有 ？Ctrl 哦，光 Ctrl A，Ctrl C， 贴过去看看的哈、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不用贴的话，你可以用一个方法，就是你把档案下载，哦，按右键，可以把它什么？可以把它下载。我用轮椅好了，轮椅按右键下载，或者你打开下载也可以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它会帮你把它下载变成一个，哎 ，DOC 耶，那这个不是 DOC。它这边有没有资源啊？这边好像没有资源，我把它返回一下，档案看一下，看有没有资源。它好像、不确定有没有，不过我印象中它只能把它变成那个文字档哦。OK，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好了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OK， 那就是啊、把那个资料看看。用贴的好了，那先熟悉一下文字云的一些操作功能。